王红，这是什么餐厅？这是川菜餐厅。太好了，我很喜欢吃辣的菜，宫保鸡丁很好吃，要不要来一份？好的，我们点菜吧。好，你来点吧，我川菜都爱吃。行，服务员。晚上好，你们想点什么？我们要一份宫保鸡丁和一份回锅肉。要不要汤？我们这里的酸辣汤很好吃。我不想喝酸辣汤，我想喝可乐。我也要可乐，来两杯可乐吧。好的。要什么青菜吗？要一份清炒西兰花吧。我还想吃蛋炒饭，王红，你想不想吃？可以，来一份吧。一份宫保鸡丁，一份回锅肉，一份清炒西兰花和一份蛋炒饭，还要两杯可乐，还要什么吗？不要了，谢谢，恐怕我们点太多了。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吃，行不行？好啊。李中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明天早上有考试，不是吗？现在是周末。我明天早上没有安排，考试是下个星期三呢。哦，太好了，中田，我们下周三早上8:30也有考试，你的考试是几点钟？考试的事情以后再说吧，先吃饭。对的，王红，现在不要说考试的事情，吃饭吧。好的。